Welcome to TEQ, a video lesson series presented by the Asia Society. This series is intended to serve as a window into the classroom for teachers in training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o see how theory, enthusiasm, and questions work together for effective and innovative Chinese language instruction. Now let's go see TEQ in action. Hello, I'm Mr. T. Hi, I'm Miss E. Hello, I'm Miss Q. Today, I have a question from a teacher trainer who wrote to the TEQ editor for help. From a teacher trainer? That's great! Let me read it. Dear TEQ editor, while doing teaching training, I have discovered that many teachers need to be able to actually see how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can be done through active classroom interaction. Do you have a video lesson that can meet this need? Best, a teacher trainer from California. Yes, we do. Let's go to Ms. Zhangyi Shi's class at Collegiate School in Virginia. Ordering food. I love Chinese food. Is this the first lesson of the unit? No. The students have already learned how to identify food and comment on it. In this lesson, they learned some more language items that they would need for ordering food in a restaurant. Mr. T, before we watch the video, I would like to ask you to explain what is meant by active classroom interaction. Active classroom interaction means there's a lot of teacher-student and student-student interaction. The students are using the language to express their ideas rather than doing pattern drills. The teacher guides and facilitates the students' talk. Thanks, Mr. T. I will look for these features while watching the video. Okay, let's start. 你喜欢吃中国菜还是喜欢吃美国菜? 你喜欢吃中国菜，还有吗？我也喜欢吃中国菜。你也喜欢吃中国菜，你呢？我也喜欢吃中国菜。啊，那你，你喜欢，对，我知道瑞莎她不太喜欢吃中国菜，她喜欢吃美国菜，对吗？那你喜欢哪些中国菜呢？你说。我喜欢吃古老肉。你喜欢吃古老肉，还有吗？司静，我喜欢吃蛋花汤。蛋花汤啊，贝贝你喜欢吃炒饭。你喜欢吃炒饭？我喜欢吃柠檬鸡片。你呢？我喜欢吃饺子。喜欢吃饺子。好，你看一下照片，你有问题吗？来看看这个照片，你有什么问题，或者你也可以评论一下这个照片。希望他们是谁？对，他们是谁？好，他们在哪儿？他们在哪儿？很好。还有吗？你说。他们吃什么？他们吃了什么？他们和什么？喝什么？好，我们先来回答问题。他们是谁？来猜，你猜他们是谁？司静。他们去你的家。我的家人，他们是我的家人。 有谁呀？你认识吗？你认识吗？你来说说看，照片上有谁？弯弯。你的女儿。我的女儿。对，我的女儿。爸爸。儿子，还有谁？是你的妈妈和爸爸。哦，我的妈妈和爸爸。是我的先生的妈妈和爸爸。还有谁呢？还有谁？还有一个人是谁？他是谁呀？他是谁？对，他是我的先生。好。 刚才有个同学说他们在哪儿？他们在哪儿？饭馆，中国饭馆。对，在Peter城中国饭馆。他们吃什么？有同学问他们吃什么？来说说看，他们吃什么？鱼。对，鱼是什么鱼呀？什么鱼呀？你看一看。糖醋鱼。啊，非常好，你已经认识了，是糖醋鱼。糖醋鱼是什么味道？是什么味道？ 吃起来怎么？辣吗？糖醋鱼辣不辣？甜的和酸的啊，是对，糖醋鱼是甜的，也有一点酸。还吃什么菜了？你看得清吗？还吃什么菜了？
你说啊，对，家常豆腐，这是家常豆腐，还有什么菜？对，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对，是饺子。你们喜欢吃饺子吗？喜欢吃饺子。好，还有问题吗？饺子里有什么？哎，非常好。饺子里有什么？你猜猜看，饺子里有什么？猪肉。对对，饺子里有猪肉和白菜，非常好吃。好，还有问题吗？你说。你最喜欢吃什么菜？啊，非常好。我最喜欢吃，你猜我喜欢吃什么菜？这里面我最喜欢吃什么菜？你猜猜看，我喜欢吃什么菜？你说。家常豆腐。哎呀，你太聪明了，因为你知道我喜欢吃辣，是吗？对，石老师最喜欢吃家常豆腐，因为家常豆腐呢是有一点辣的。家常豆腐呀是一个四川菜，四川人非常喜欢吃辣。好，我们看一下，四川人，请你跟我说，四川人。四川人啊，四川人呢喜欢吃辣的菜啊。四川在哪里呀？你找到了吗？有一个什么辣椒，有一个辣椒是吗？因为他们很喜欢吃辣。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呀？中国的地图。对，中国地图。那你看一下，四川在中国的什么地方？是东边、南边还是西边还是北边？四川在中国的南啊，对，比较靠南边的，对吗？在中间，比较靠南边的地方啊。四川人非常喜欢吃辣。我们看一下有哪些四川菜，四川菜有哪一些？有些我们已经学过了，跟我说四川菜。四川菜啊，四川菜是非常的非常的辣。我们知道哪些四川菜呀？就是麻婆豆腐，麻婆豆腐。你们吃过麻婆豆腐吗？我吃过。你吃过？你喜欢吃麻婆豆腐吗？我喜欢。你非常喜欢。麻婆豆腐里有什么？豆腐当然有豆腐，还有什么呀？猪肉。对，猪肉。我们学过麻婆豆腐了。这个菜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宫保鸡丁。你在中国饭馆吃饭的时候，你常常可以看到菜单上有宫保鸡丁，所以宫保鸡丁呢也是一个有名的四川菜，非常有名。那宫保鸡丁里有什么呀？想一想，看它的名字，鸡对对，鸡肉。还有什么？你看这个一粒一粒的是什么？是毛豆吗？是毛豆吗？啊，不是毛豆，对，很像毛豆啊，是花生。还有一个菜叫鱼香肉丝，你们吃过吗？你们在中国饭馆吃饭的时候吃过吗？没有。那你看一看，从名字来看，这个鱼香肉丝里面有什么呀？面条。啊，你觉得是面条，可它看上去像面条，可是不是面条。你看它的名字是什么？有什么呀？里面肉。对，有肉，是猪肉啊，是猪肉啊。可是它的名字叫鱼香肉丝，但是它里面没有鱼，但是它的味道很香，有一点像鱼的味道，很香。好，这些是四川菜，很辣，对，很有意思。美国什么地方的人喜欢吃辣的菜？南部的美国人喜欢吃辣的菜，对吗？你知道什么美国的辣的菜吗？鸡翅膀啊，鸡翅膀，对，有辣的鸡翅膀。还有哪里的人喜欢吃辣？墨西哥菜辣不辣？对，也是很辣。好，刚才我们讲了很多中国菜。昨天呢，石老师和豆豆去中国饭馆吃饭了啊！你们想不想听吃饭的故事？想不想听？想。好，我们来看一下有几个小故事。石老师给你四个小故事，请你们自己学。我们呢分成四个小组，每个组学一个故事。你们的任务，你们要做的事情是：第一，
猜一猜红色的生词是什么意思？你猜一猜。第二，请你到前面来，你来做老师，教大家学这些生词好吗？来马上就来。我们啊，回来吧，请你看前面，回到自己的座位，回到自己坐的地方。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故事，好不好？第一个故事是哪个小组？是哪个小组？第一个故事是你们小组吗？好，你们上来吧。我们请啊小老师上来教大家啊。好，有两个新词是吗？啊，你们来教大家看看是什么。这是阿文的位置。啊，这是舒文的位置是吗？舒文的位置。好。要等，对不起，现在你的位置吗？位置吗？现在没有，他坐在位置。哦，已经没有位置了，因为舒文已经坐在位置上了，所以没有位置，对吗？啊，好，好啊，那我想问一下，我们教室里有几个位置呀？十二个位置，十二个位置是吗？啊，其实这里还有一个，是这一个是石老师的，石老师的位置，那里还有一个位置是吗？十四。对，所以今天我们有十四个位置，今天我们有十四个位置。哦，对，那里还有一个，对，还有一个十五个位置。那如果我们班级有十六个人，他还有位置吗？最后一个人，第十六个人，他有位置吗？他就没有位置了，对吗？蔬菜，是只有蔬，没有肉，没有肉啊。还有呢？那鱼是不是蔬菜呢？没有鱼啊，没有鱼啊。所以蔬菜就是没有肉，没有鱼。那豆腐是不是蔬菜？豆腐是蔬菜，对。那么虾炒面，你觉得是不是蔬菜？是吗？不是，所以鱼虾。还有肉，猪肉、牛肉，这些都不是，对，不是素菜。哎，我们班谁喜欢吃素菜，不喜欢吃肉？谁喜欢吃？哦，有三个同学，你们是只吃素菜吗？只吃素菜是吗？不，对，不吃肉和鱼是吗？哦，很有意思。好，哦，非常好。画画的很漂亮，还是吗？你觉得？我觉得很漂亮。我懂了。哦，你懂了，哎呀。觉得我很懂。这是盘啊，非常好，谢谢你们啊，我们都懂了是吗？他画的很好，这是盘。好，现在上厕在用。哦，你还知道这是什么？勺子啊，勺子在右的。勺子在右左边。在盘。勺子在右的边。哦，对，哦，我知道了。希望说你应该把勺子画在右边，因为我们吃饭的时候把勺子放在盘子的右边，对吗？啊，好。Oh, I saw a lot of active classroom interaction in the video. Students were using the language to ask and respond to questions, make comments, and discuss the meaning of new language items, and they truly enjoyed learning. Also, I saw high-order thinking skills
when the students were figuring out the meaning of new language items and talking about how to teach them to other students. This part of the video lesson really caught the highlights of the classroom interaction. When the students are actively using the language to express themselves, the learning is more meaningful and effective. Yes, indeed. Now, how do we engage the students in classroom interaction while preparing for the performance task of the lesson? Again, get them to talk. Let's look at the second part of the lesson. 好，我们今天把新的词语都学完了，你们是非常好的老师。好，我们来读一下，位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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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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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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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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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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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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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放一点儿，多放一点儿，多，多。少放一点儿，少放一点儿。好，我们刚才学了在饭店吃饭的故事，现在呢，我们要来比赛。我请你们分成小组啊，有的小组请你写在饭馆里吃饭的时候服务员会说什么话，有的小组你是顾客，你想一想顾客会吃会说什么话，好吗？好，我们这里有这里有一块白板，对，那里也有白板，这里还有一块白板。我们分成三个小组，好吗？我们很快的写一下，你能够想到什么，你就写什么。嗯，好，你们可以讨论一下，刚刚服务员会说哪些话。嗯，什么？我们来，请你哪个小组写的，请你自己来念一下好吗？顾客，这是顾客说的话是吗？好，看这个小组的顾客，来，请你们哪个小组写的？我们有思维。对，很好。我喜欢吃八点菜，可是我只吃素菜，非常好啊！这是我们今天新学的是吗？好，还有。什么菜好吃？啊，你不知道要点什么，所以你问什么菜好吃？还有。少放一点味精，少放一点味精，很好。好，现在我们看服务员有什么话可以说，是哪个小组写的？好，茉莉的小组。你好，欢迎光临。欢迎光临啊。请进啊。几位？几位啊？请坐。请坐。你喜欢吃什么？对，你想喝什么？今天的特色菜是哦，非常好，你知道特色菜，今天的特色菜是什么？好，现在给你一分钟的时间，请你跟坐在旁边的同学练习一下，一个人是顾客，一个人是服务员，好吗？我们来马上做一个对话，你可以用上面的句子。好，现在开始。好好，我们回来，停下来，非常好。我刚才听到了你说的很好。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很有意思的活动，我们要做一个即兴的对话。你不知道你是服务员还是顾客。你要从我这里，你要从我这里抽一个纸条，你也不知道你和谁一起说，好啊，所以你很有意思，对，你拿到信封以后，你自己先看一看，准备一下，等一下我会叫你上面的号，叫号，一号就和二号，三号就和四号，好吗？好，现在请你自己挑一个，拿一个信封啊。看看你是谁啊？谁是五号和六号？欢迎光临，你好，请坐，请坐。这是彩蛋，谢谢。你要煎什么菜？我要煎，我不知道。你喜欢？你喜欢吃什么菜？你喜欢吃什么菜？我喜欢吃辣菜。我不吃肉和鱼。也不喜欢吃辣菜。那炒青菜很好吃。好，我要点炒青菜。好。
哦，非常好。谁是九号和十号呢？谢谢你的位置。谢谢。你喜欢吃什么？我不吃肉，也不吃鱼。我们有很多的蔬菜。我最喜欢家常功夫豆腐。你喜欢吃什么？那我要一个家常豆腐。好，你想喝什么？我想要一杯可乐。好，谢谢。谢谢，再见。再见。好，非常好。好，现在还有最后一组，最后一组是谁？十一号和十二号是谁？哦，是你们两个人哈。欢迎，欢迎光临。你好，这是你的材料。谢谢。请坐，请坐。你想喝什么？我想喝一杯可乐。OK。你最喜欢什么菜？我最喜欢吃辣的菜。我不吃肉和鱼。那你想加汤豆腐吗？我喜欢。你喜欢？那我们不放猪肉。我你的菜马上吗？谢谢。非常好啊！有很多同学都不吃鱼也不吃肉。好，请你回来啊！刚才你们做对话都做得非常好。如果你去中国饭馆吃饭，你知道你怎么点菜了吗？你现在会了吗？你会不会跟服务员说你喜欢吃什么你不喜欢吃什么，什么东西要多放一点，什么东西要少放一点，你现在知道了吗？知道了。好，这个周末你可以请你的爸爸妈妈带你去中国饭馆吃饭，好不好？试一试，然后回来告诉我你有没有用中文去点菜，好吗？ Now I understand what it means for a classroom to have active interaction. It is talk to understand, talk to think, talk to apply, and talk to learn successfully.Yes, students can learn how to talk only by talking. There is no other way. The more they talk, the better they talk. This is a wonderful lesson. But, Mr. T, as usual, I need to ask you what could be done to make this lesson even better. If the teacher could show the students a video clip of real people ordering food in a restaurant at the end of class or the next day,It would serve as authentic material for them to comprehend and model. Tech lessons are always so informative and rewarding. Let's go to the next tech! Whoa.